各个项目金牌和银牌的选手将出场亮相。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在本次比赛当中呢，获得女单银牌的意大利的选手科斯特内尔。科斯特内尔的表现还是相当的不错。科斯特内尔呢是1987年出生的选手，非常的年轻。他在今年呢是第一次参加世界大赛，参加这个成人的比赛。他在2001年呢开始参加这个世青赛的比赛。应该说在今年来讲，他的进步是非常快的。他获得了欧锦赛的第4名，这也是他第一站参加大奖赛。而且呢，我们也感觉这个小将来讲有这种一战成名的感觉。在这次俄罗斯站的比赛当中呢，他击败了多位俄罗斯的好手，获得了亚军。也可以看出呢，虽然说年纪比较小，但是在场上那种心理素质、应变能力还是非常。